好，咁我哋而家就睇埋3.5咧，其實係講緊一啲 skills 去處理啲 polynomial 嘅，即係你平時咧，你 expand 或者 factorize 點都好，你可能未必 factorize 去到，或者 factorize 或者 expand 去到最 simplest form。咁如果你唔係去到最 simplest form 嘅話，你仲可以睇下 check 下你嘅 expression，仲有冇得去 collect like term。呢一個咧，步驟係非常之重要嘅。所以咧，我哋而家咧就睇下第一條，佢就問 which polynomial contains no like terms？咩叫 no like term 啊？即係抽唔到，即係佢2x 減 3x 呢啲咪 like term 嚟嘅咯。OK，然後 B 就冇 like term 嘅，所以你直排 B。咁但係你再睇下 C choice，4+3係 like term 嚟嘅，係 constant 嚟嘅嘛。跟住5B+7B 都係 like term，咁所以你見到唯獨是係 B choice 咧。佢係冇 like term 嘅，即係佢係冇一個係 contain，例如第二個有 x 二次嘅 terms 啦，第二個有 x y 嘅 terms 啦，或者 constant 嘅 terms 係冇嘅，咁所以 B 係 no like term。第二條咧就係、是、你 classify each pair of terms 咧係 either like or unlike，咁好明顯呢個係 like 啦，係咪？因為兩個都係 x 噶嘛，然後呢個就 unlike 啦，因為係 y 同 set 啦。呢個係 like 啦，呢啲係 unlike 啦，same face 但係唔同 degree，即係加唔到嘅。OK，跟住唔得啦，呢一個 unlike 啦，呢個都 unlike 啦。呢個係 like 嘅，即係咧你會見到佢兩個都係 UV 嘅 term，然後有 integer 嘅，咁所以咧都係 like 嘅。跟住呢一個咧係 like 嘅，你睇 Q 三次一樣嘅，P 二次一樣嘅，OK。咁佢呢一個成個咧，喂寫成-36。如果加咗佢咧，我唔知啊。加咗佢咧，唔系 multiply 咧，当系加减，最后系可以去处理得到嘅。所以呢个嘢系，因为佢个 P 二次系 Q 三次呢度都有，所以系处理得到。Simplify where possible，3+6。等於九啦，然後 x 啦，然後2m+5m 係冇啦，分法 simplify 唔到啦。呢一個 simplify 到，因為有 like term 啦、h 啦，個個都有個 h 啦，三個 terms 都有。5+83啦，+2啦，即係15h 啦。呢度啦，都各自咧佔個 u 嘅。咁所以咧，我咧 like terms 咧，所以最後就12u 呢個啦，就減嘅啦，咁所以就2k 啦，7n 啦，3-7，咁其實係3-7，其實你負數啦，咁即係-4 set 啦。跟住呢個就擺明係 collect 唔到 like term 噶啦，OK？ 因為呢一個係 P 嘅零次，所以你 P 嘅一次減 P 嘅零次係做唔到嘅。呢一度啦 ，collect like term 啊，你用咁3x 同+2x 就一齊啦，加埋佢啦。5+1係又一齊，咁所以就5x+6。
2K 加 6K 即係 8K 啦， 3M 加 4M 即係 7M， 8M 減 3M 自己搞掂咗。固定位睇先， 8M 減 3M 就係 5M， 5M 之後加翻5減2 3啦， 5M 減 5M 加 3，跟住啊，先得噶，呢度冇得卡啦，冇其他位置占 X 噶，所以最后咧，我哋系要搞处喺呢一度，呢一啲 arithmetic 嘅东西，减八减四加三，即系减九啦。咁卡啦，卡埋呢度啦。咁 x 二次 x 二次都一樣。好，咁而家係二加四，咁啊六 x 二次加翻八 x， 跟住呢度六 m 二次 m 二次啊，七 m 減二 m， 好啊。咁其實咧，你會見到我每個答案嘅 expression 都係由嗰、那個、那個 term 咧嘅 expression 最後咧，你個 degree 係永遠要最由最大 degree 開始寫嘅嚇、啊、個 polynomial。咁所以咧呢一、這個都一樣，就解決咗紅色呢一個 term 先。六 m 二次加 m 二次即係七 m 二次。然後加翻咧七減二咧，即係五 m。咁呢個咧，你係多啲向嘅三 k 減 k 減四 k 啦。然後咧，再處理埋其啲 integer 嘅。咁咧，三減一就等於二，二再減四就負數噶啦。咁啊，應該係負二啦。咁所以咧。前面就寫咗負二 k 先，後面就係你啲 integer 啦，負五加八加一啦，咁咧就係加四啦。跟住呢一步啦，我哋再睇下啦，有冇邊啲係大 degree 嘅？大 degree 就排住先，二 u 二次啦，減 u 二次啦，然後咧就 u 啦。負三 u 加三 u 啦，其餘嗰啲就係 constants。跟住減一加二就即係一啦，所以就 u 二次啦。減三加三就零啦，咁所以咧呢度咧直頭係零嘅，所以咧。即係加零標箱冇用嘅，寫落去都咁。而家剩翻我哋揀埋紫色嗰啲啦，二減五減三啊，咁啊減六啦。減埋咗七條啦，咁啊真係太多。佢就諗翻啲 IT 嘢攞去 A 二。嗱呢個就係抵消，因為咩啊？二 A 二次負二減二 A 二次係零啦。咁跟住咁就排四 B 二次先啦。咁而家咧再搞掂後面嗰堆啦。呢啲係 right term 啦。咁我相信呢一個係當 constant， 啊唔係黃色呢啲係當 constant 嘅。咁呢一個就我繼續寫咯，減三 b， 然後呢一啲 constant 寫減埋，咁負三加五啦，加二 ab 啦，減六加七。再加一 ，OK。咁我哋再睇埋最後啦。呢、這個抵消三 mm 減三 mm，
咁跟住呢 6M 二次減 M 二次即係 5M 二次。跟住減 M 二次加 2M 二次啦，加一加二啦，係咪減一加二，咁就減 M 二次啦。然後呢處理埋啲 integer， 三減四。咁就減一。咁樣啦，咁就處理完啦。下面嗰啲 application 呢下一段片再講，因為太多嘢要做呢度真係。消化前面嗰啲先。